年尾送温暖，国际财主会伫斗六老人会馆举办一场达人秀，邀请华山基金会独居老人来观赏，现场精彩表演，让老大人看个笑哈哈，忍不住站起来。哎呀，到只有会用唱的。那路弯道咿呀那呀嘿咿呀嘿，那路啊弯道咿呀那呀吼嗨呀，哦咿那路啊弯道咿呀那呀吼嗨呀。全部分林吼，分林遮迄个西子会的即个诶团体合作的吼，啊像迄个云林会吼，啊云会分会迄个李会长吼，吼云凤会李会长吼，啊的时阵吼。啊，大家吼、哦，安尼用心起来倒找这些人员。这全台各地表演工作者拢是服务性质来到来表演，这爱心让人真感动。在这么多达人秀表演当中，这位来自新营表演工爱伯老阿伯，其实自己也高龄70多岁，因为兴趣表演在舞台，他的情怀也感染很多老大人，得到最大的掌声。除了达人秀的表演，附近环球科技大学美容造型系苏心也免费服务，来帮老大人加他们。因为老人就是讲吼，啊，做一个红包啦吼，啊，一个餐盒啦吼，啊，搁有礼品，吼，啊，做一寡吼，安尼，互这老人吼。看得会欢喜的节目。国际彩珠会和热爱表演工作者，因来用热情甲社会尽一份心来心意传达给这老大人，为因留下快乐回忆。有人配合这群上热情愿意付出，是很生活爱心团体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